长官，还是个女的，看看有没有气儿了，还活着，学过战地救护吗？这个学过，救她呀，救，怎么救啊？人工呼吸，快！人工，她是女的，哎，姐姐，你给我起开，姐姐。 终于醒了，我是石永凯。你到底是哪一部分的？守备司令部。守备司令部，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奉长官之命，执行公务。长官，有大批鬼子上来了！ 弟兄们，马上炸桥，带着弟兄们全部撤！是。弟兄们，赶紧炸桥，鬼子上来了！是。快！ 太多了，你带上一排所有的人，从另外一个方向突围。行动，是。师长官，您保重。一排的弟兄们，向后转。是。走。好。剩下的弟兄，走。跟着我向前突围。是。走。跟我走。走，一排，跟上。